my god， 是倒带。好吧，歌喉不错。先哦，你让我在物理成熟。物理哦，有。你要听，不想懂的，对，不想懂的。你让我在物理成熟，请开始曲折。他都边唱边倒。怕想赢啊！你害怕他们听到？我刚才一过去，他就想收音。去看最美的风景，转动在这个摩天轮里，还有你送我的玩具。我没有玩。我刚刚好心，我还说我唱给你听，我说感动的，我热爱情。难道你唱？转动在。你笑太多。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？阿力是有罪。这不是我房里那一句吗？被蜜永远才算爱的完全成全，对。他是小佑嘉，我是谁知道吗？小爱娘。再哭一次。我是爱娘。我是小爱娘。娘。那请你带来一首 Forever Young。刚起了一个。Forever Young。要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。阳光宅男。你要的爱，戴佩妮。听过，但是都很少，很少会唱。那很好啊。我要追加三十首。到时候最好别来要认错。Hebe， 你不会啊？不会，高天使，你应该相信我，应该相信我。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，在我感情的封锁区。啊！我是你的好友哎，他会唱歌不会才词。对，你不要鼓励他。你懂音乐哦。有点难，平静的叹息洒了一片碎玻璃。从头到大巨赞的，哎，没有作假哦，真的是。欸、你懂音乐？我是三题。如果平手的话，就是你们两个 PK 才见。好，好，好。你怕我没够，都留一半带走。我知道，我会唱，我会唱。哪里存在？加油，花！对，走啊，走啊！几碗热的粥，你怕我没够，都留一半带走。对啊，我们都说好，我也尽力会做到。周星哲，是有金鱼，对。我们就说好，我也尽力会做到。勾勾手，谁都别赖掉。最后一题是把星星都吵醒，月光晒了很凉快。哪里存在？天天都需要你的爱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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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光晒了很凉快。照片。
还精彩，真的。你这么讲，就讲。当初亲密的动作，陌生人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多一句啊？再一句真的难了吧？上面那一句好。走开是种解脱，当初亲密的动作。你给他下一句。对，下一句。我们就没有给他。下一句，我也不知道，会不会一小时后埋在这边这样？好看，好看。就开始总解脱，当初亲密的动作，眼神那的那洒脱。当初亲密的动作，变成当下的闪躲，感情的过程出了什么差错？我今天输了三个东西，我输了1000块，输了蔡健雅的粉丝的名号，以及音乐人头衔。但是你答对，你也没有资格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样好爽，然后这样对，只要你听得懂他唱什么。哎，你唱第一句也是跟小鹿有的朋友。要颁发典礼了，好不好？节目效果知道吧？讲这话是假的。好啦，我们谢谢。要干嘛？上我们节目呢？喜欢我们的这班的歌手，最终目标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，下回见喽！记得订阅。哎，你记得要干嘛？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觉得我们最初一个单元就是你们。浪费。等一下，我刚没有开玩笑，我真的。